曼谷最赞的美食街就在我们后面。没错，我们刚刚呢搭乘了曼谷的 BTS 到了庆隆站，然后下捷运了之后呢，就往沈阳的方向直走，它有一个天桥嘛，然后走着你就会经过一个四面佛，然后它的斜对面呢就是这家 Central World。其实这个等一下的美食街是一个秘密地点，它是金门员工介绍给我，然后它什么泰国菜都有，又当地又便宜又好吃又干净。不是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的地点不明显，所以太多游客知道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你绝对找不到了哈，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。秘密美食街，走，跟着我们进去。Go。功夫半截。用这一张就可以刷你的食物，刷完之后最后结账，看你吃多少样了。好，利用我的泰文看看，帮这个家庭点餐。这个是什么？三泡泡海苔。你要吃那个吗？它这一道就是有一点像宋岛凉拌青木瓜那种感觉。那我学学怎么讲？三泡泡海苔。三泡泡。泡泡。海苔。海苔。上海人哈，三泡泡海苔，甜咩哈？麦片，麦片，不辣，麦片，麦片，麦片，泡鸟，泡鸟的，哈，帕纳吉，帕纳吉五分钟，泡泡，就是玉米的意思，玉米，哦，对，然后海苔就是咸蛋，哎呀，开心妈妈，妈妈成功，耶。改改，是的，改改改就是鸡肉，哦，鸡肉，它这边有 small 跟 large， 那我们就用那个 small， 泰文叫 leg leg， small 的意思，是的，改 leg， 对，耶，成功，泡水改，泡水，水，水，泡水是什么？泡水就是这个面。就这两种混起来叫泡水，泡水给，哦，泡水给，给啊，给给。其实我对爸爸的蛮有兴趣的啊，对咖喱鸡蛮有兴趣的，好点咖喱鸡。咖喱鸡怎么讲？它叫干咖喱。干咖喱，干咖喱盖。干咖喱盖。干咖喱盖 ，OK， 我试试看。Oh, looks good. 咖喱就是 curry， 对，就是咖喱。盖就是鸡肉。干咖喱盖。好想念嘞。超软。对，它是黄米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对。干咖喱盖。你要吃那个黑黑的面，对不对？它叫南斗。南斗。母。母。猪。对。南棍母。叫做好吃力好吃力力就是小份嘛，对，南毒母，南毒母，南毒母， got it。 妈妈说这道菜她不敢吃，猪血加滚烫的汤下去混的，猪血啊，你知道吗，红红的，超好吃的哟！我喝起来有点像腰炖排骨，但是加了很多糖这样。它这个就是比较甜一点。秒杀吃完了，但是我还饿，所以现在我要靠自己去再点一些东西。绝招，单刀自助餐，用手指点。泰国人也看直播，这里排队真的是靠手指点，一直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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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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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竹笋鸡吧，龙须菜。现在跟爸爸去点甜点。泰国甜点有什么？好甜的。再
道甜点就叫做靠鸟芒旺，靠鸟就是糯米的意思，然后芒旺就是芒果，芒旺，芒旺，芒旺，我芒旺，外国人标准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优势就是讲话很清楚。到底是多少钱呢？马上揭晓，8万瑞士，好吧。你住在泰国这么久，这样子算贵吗？便宜，因为我们四个人，那个合吃100多块，对不对？还可以中等吧，我想，好吃，好吃，啊，最重要。Mango steam。Aye aye steam。